身边经过，你微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。晴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，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。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。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明，好想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敢轻易相信。慢点，慢点！烫烫，小心！不是九点钟火车吗？急什么呀？今天周一，南希说可能会堵车。瑞瑞，你妈妈又来电话了。真的不用送吗？这女大不中留哦。这是妈妈在滨海的朋友，你王叔叔的名片。在滨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找你王叔叔。他一定会竭力帮你的。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，在学校宿舍住的不习惯，没关系，千万别勉强自己啊。我走了，上车吧。妈妈，要是想我了，给我打电话，视频也行。我走了。你这一走啊，没人给我告状了，我啊能活得好点。别再看你的偶像剧了，小心被发现。行，这放心吧。小夏，跟你爷爷走一个。走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多疼啊，轻了点。轻呀，就这学的快。车来了。哎呀，南希，奶奶，南希，这小伙子多俊啊。那我们走了啊。我来吧。他劲儿大，脚踏了。肯定不是轻生的。
想着每天往家打个电话。对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说行了，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。快回去吧，再见。交流它是什么呢？什么？沟通。那这沟通的重点又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互相表达的内容呢，我们会互相的理解，并且不产生误会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刚刚说 I back 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理解我说什么？完全理解。那 I back, I am back, am back, 在我表达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区别吗？好像是没有区别，那不就是了？语法不对。语法那是为了考试负责出来的东西，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开学，不是在考试。但是你要是英语的话，南希考试的开学第一天 ，relax。嘿嘿，滨海大学 I coming。是 I'm coming。赶紧跑过来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去报道呀？我都弄好了，南希的还没弄好呢。啊，这个程小胖干什么呢？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这等他帮我们搬行李吗？等半天了，人影都没见着，怎么着？开学第一天就开始玩失踪逃劳役呗？他应该是还没训练完吧？不过他们篮球社也是够变态的，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晨练，还摧毁了我们第一次来的火车通行计划。我连复课牌都买好了，这下也白买了，还让你跟着赶钱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没事的，他不是一个人坐夜车害怕吗？我就陪陪他。再说了，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一起旅行，扑克牌先留着啊。好吧。你一会儿有事不？没事，就等陈二洛会合了。那你在这儿陪一下南希，我要去帮他报道，那边人山人海的，我看着都懵得慌。没事的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听话，在这儿好好待着啊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快。嗯，好。来，给他份资料。下一个，同学，同学，同学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，那个我是帮我朋友办的，那个南希。啊，南希。你就是南希吗？啊，就我们班专业文化双第一那个南希啊！啊，不不不不，哎，不对啊，南希，男的，怎么是女的？不是不是，我是他朋友，帮他弄的。哦，那同学，那你跟南希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就朋友关系，以后南希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就行。都交给你吗？啊，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帮他去。行，没事，我明白。那这边是资料，那就麻烦你帮他保管好喽。啊。不是那个老师，我没事没事，都是过来人，师哥懂啊。好，下一个。啊，果然还是大学啊，跟高中就是不一样啊。不过这些人怎么就能这么八卦？真是应了那句俗语，从杜绝早恋到谈婚论嫁，果然就是一个高三暑假的事儿。人心险恶。吃完午饭要带南希去拍照，拍完照之后把照片往这上面啪一贴。然后我们南希就是这个学院最亮最亮的仔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们，哎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，就是在艺考时就已经红遍了我们学校 BBS 的最美新生赵艺舒。而他旁边的这位啊，则是我们学校建筑专业文化课的第一名南希同学。啊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两位居然是才子配佳人，天生一对啊。你别乱说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瞎说行不行啊？那么请问二位的关系是什么？哎，你看这边镜头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拍什么呢？你还拍？哎，这位同学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知道你这在干啥吗？你这是在侵犯一个记者的自主采访权，你知道吗？
这位同学，你这是侵犯了被迫受访者的个人隐私权，你偷拍照片不说，你还借题发挥大肆宣传，你这算哪门子记者？你走开。我你看他把视频全删了，你这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体面的葬礼的。你以后偷拍别人记得先告诉别人一声，知道了吗？大家伙给我评评理啊！我拍了一上午的视频，他上来就想走。对呀、啊，他把我的房给弄掉了。你还给王丽佩！呀呀呀呀呀！你管管人！你在哪个学院呢？怎么那么野蛮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各位新生。欢迎各位成为滨海大学的一员。哎，小秘书，你别说了。什么？这你都不认识？这思博学长。嗯，我觉得你们欠他们一个道歉。可是学长，我们是记者团的。哦，你们是记者团的？我们。我记得滨大记者团的记者们在拍人像照片时，都会先经过当事人的同意。如果你们有心想加入他们，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规章制度？这学长好好，道个歉吧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我不应该未经过你们的同意就擅自拍摄你们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拍的男朋友啊，不应该妄下结论，并且宣扬艺术同学是南希同学的女朋友。艺术和南希？这位同学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好了，大家都是建筑学院的，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今天的事情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建筑学院招来记者？你又是哪个学院？我得跟你我这是我老大，成华中学一姐夏瑞瑞哥，以后在学校见着啊，喊声瑞哥，不吃亏啊。到底是姐还是哥呀？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刚开学，有的忙的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夏瑞，别管他们。啊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哎，可是面对你们这三个字，就是讲不出来。哎，这简直太不像我。你要记住了，你是最独一无二的。就是的，怎么突然上了大学还敏感起来了？没事的啊。就是我怎么突然敏感起来了呢？没事，大学很美好。就是，别理他了。快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四陆思博陆学长，是南希的建筑学院同门，也是我篮球队的队长。今天就要卸任了，很高兴能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认识你们。啊，这个学长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在哪见过？我们应该是在你们艺考的时候见过。对，艺考的时候在校门口，对吧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。好，院里还有点事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南希，你入学考试的作品我看过，很欣赏你的才华，以后在咱们院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。那我先走了。学长再见。学长再见。训练时间。哎，你们还没去看宿舍吗？哪来得及呀，刚刚那情况。我说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女生宿舍是什么情况，但我们男生宿舍，他男人味儿有点重。我做好了准备了。不是什么多重啊？怎么重啊？南希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住得惯。夏秘书啊，这是我们那个宿舍的信息哈，你一会儿跟耳朵一起帮我把那个箱子放回宿舍那些行不行？我得陪着南希去看一眼他们宿舍，我太不放心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听话，第一天我要陪你，把包背上。没问题的。听话，快点，包背上坐。走了，拜拜。拿着就好。给我。我拿着就行了。你听不听话？走吧，我来拿。哇，真好！没想到来你们学院第一天就见到了你们学院的风云人物。嗯，不过那个小狗仔说的也对哦，你是新男神，他是老男神。以后要是有这个陆学长要在学院里面照顾你的话，我还能稍微放心一点。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去帮你报道的时候，我一喊你名字，唰唰唰，所有人都扭过来看着我。我们小木头的真实光芒无法让人退缩呢。哦，你除了哦和嗯，能不能稍微说一点点别的？能。你故意气我的是不是啊？哦。你还说你皮痒痒了是不是？嗯。我发现你们上大学，你的天性解放不少啊！你可不能跟别人学坏了，知不知道？
胃口不好啊。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快！你看这大学生活多好呀！我一定要放弃我那些旧思想，我要变成一个有志向、有进步的大学生。你还要怎么进步啊？我想，什么进步？你也学画？我没有学画。你看看这大学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不会有人时时刻刻的关注着你的。你要学会 relax， OK？ relax， OK。哎，我刚刚看那边说什么动漫社，还有什么篮球社，好像还有个什么沉默社。沉默社哎，非常的适合你，为你量身打造的。你想都不要想，我是不会去的，绝对不去。当然知道你不会去啦。我只是在感叹着大学生活真的太美好，少了老胡的管制，少了邵总的管制，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。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四年。哎，这跟你想象的大学生活一样吗？我想象的大学生活呀，就是有你，有你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就没了？没了。好吧。知道你对我瑞哥最好，你放心，有我的存在，我会让你大学生活再豪爽、再美满、再漂亮那么1000倍、10000倍、1亿倍、100亿倍、1000亿倍，怎么样？我相信。可是我们学校离得也太远了吧？哎，我们食堂好像离得还挺近的哦。那我们吃完饭每次在这儿散步怎么样？我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骑自行车。可以天天骑。真的吗？好迫不及待哟！哎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太开心！想不想快速的上大学？我们已经上大学了。哦，绝对不可以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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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想想，你那俩室友都是什么？一个完全没有底线的狗仔队，还有一个呢，那油渣掉在地上，想给搞个葬礼，他是林黛玉吗？不行不行啊！哇，你还想想你那个居住环境，我感觉我多吸两口我就能撅过去了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不可以。四人间的宿舍就住了两个人，那另外两个床铺是空着的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为另外一个也被他们两个给吓跑了呀。哦，你说说你们专业这么强，为什么招进来的都是奇葩呢？哇，奇葩专业。你是天才，你是天才啊，跟他们不一样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搬去和你一起住。我的妈呀，你真敢想，你今天刚出名，明天又搬去女生宿舍住，你这唐僧想进那盘丝洞吧？你不行不行，这真的不行。把那个王叔叔电话给我。好，好。你妈咪跟我说过，有问题呢就找王叔叔。哎，喂，王叔叔。王叔叔早。走啊，王叔带你们看房子去。才没说你根本想象不到，
那个狗仔跟尤炳居然跟南希一个宿舍，我是不会看着南希跳这个火坑的。我们现在出去找房子了啊！什么同居？哎呦，长耳朵！不是偷听我们俩打电话？同居吗？同居你个头啊！回头再收拾你。那个房子的事儿啊，任姐都给我嘱咐了啊。嗯，放心，我会全力满足你们。王叔手上有房，关键是那个距离吧，我觉得2公里以内吧，不能离学校太远啊。是是是，嗯。你们要那个房子得多大呀？是两居呢，还是你俩一居？嗯，两居室啊。夏瑞要住过来吗？因为一间可以做卧室，一个要做工作室，起码得两居开始。工作室啊。那你们这个两居是要豪装还是精装啊？不是王叔叔，是南希自己住，我住学校的。我自己住啊？你不住吗？啊，我不住。哎，也是啊，那女孩子家住在校外总是不安全的。我才不要自己住。这套房子里面全套的红木家具，步入式衣帽间，开放式厨房，远眺城市夜景，近观小区花园。最重要的是房东人在国外，这套房子由我王叔全权代理，还不贵，不用18-8万，月租13000，所有的费用包括水电费、管理费、煤气费全部打包在内，全小区竞报最低价了，53押一，49998，提包入住啊！今晚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来。啊，不，等我王叔。5万啊啊，贵是吧？那没事，那你说不出我有个概念啊。3万，哎呀，好说。哎，3000啊？3万3千是问题吗？不是，这边走。这是中京城区仅剩的平房区，老话说得好，家住平房，脚踏实地，心体安康。屋内挑高3.2米，全滨海大平层绝无仅有啊！步行滨大7分钟，不用过马路，没有红绿灯，周围都是以老人为主，要的就是一个安静、安全又安心。月租3500，略超预算，但绝对物超所值。虽然是老了点啊，但是。房间里装修现在应该也还行吧。这政府规划要支持啊。嗯。哎，大家别着急，我们看下一家啊，走。租房3要素：便宜、稳定、位置好。接下来这一家一样不少。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，就在这上面，8万。这就是生活气息呀、啊！不得不说，你们这代人缺少的就是这个。这个小区打破的就是邻里之间的陌生壁垒，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情冷暖啊！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哎，王叔，哎，别走啊！其实吧，新时代，新住房，哎，得有新追求。之前是我太固守自封了，这一路走，哎，灵感就来了。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家应该适合你。可是王叔，这儿好像一个工业园区啊。对啊，这儿就是工业园区。来吧，先看一下吧，或许会有收获呢。嗯，先这样吧，实在不行今晚去住宾馆。嗯。好，来吧，喂。看了那么多套房子，这可是最后一套了啊！
这儿原先是个设计公司，现在老板发达了，这套房子刚空出来。这房子结构不错，上下两层，上面可以做卧室，下面做休闲区。嗯，南希是搞建筑的，应该会喜欢这套房子。南希，这里面可以做你的工作室。嗯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地方可以放你的咖啡机。嗯，写好了。你呢？嗯，非常适合年轻人居住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咱就定了啊。就他了。来，南希，你在这签个字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可怕！睡哥，你踩着炸弹了！嗯，什么事儿？快点说。宵夜是不是？哎，庆祝一下，咱们正式进入大学生活。我跟小美说，发现一家串店，大众点评五星呢。地址发来吧。小胖跟艺叔说想去吃串，你要不要去？走吧。都6点多了，我要饿了。行行行，走了，先站起。走了？干嘛呀？我给你走。快。哎，不，男神，不，你这种方式吃烤串，真是没有灵魂的。就是有灵魂呗，灵魂多少钱呢？反正肯定没有羊肉串贵。哎，这都大学了，你们这怼我的方式怎么还是那么传统的配料啊？我这不是怕你离开成华不习惯吗？我这不是在帮助你吗？对不对啊？我们南安西爱怎么吃怎么吃，别搭理。哎，男人，哎不，今天那啰里吧嗦的胖少安组，真是你们宿舍的？不然骗你啊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呀？不。
那可不行啊，我们男生可不能跟那俩人住一起啊。哎，你们这房子看怎么样了？不完了？这么快？啊，旁边那别墅绝啊，大 house 精装精那种。大 house 你们男生可看不上，他非要自己找一空房子自己改造呢。啊，真是好奇被南希看上的房子应该什么样子呀。哎，这能让我们男神看上的房子，那绝对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，那是天上一对地下没一双的。哎，男神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非分之想，那能不能在你们家那个大房子，你听我说完嘛，给我留那么一个小小小小的小角落，哎，行吗？这个呀，你得问夏瑞。你想干什么？哎，这据我所知啊，这在滨海大学里，我绝对是那校草榜上的一匹黑马，我得给自己留个藏身之处啊。万一那些热衷我的小女孩追我，我总得有个地方逃，有个地方躲吧。对，我还能陪陪。追我的这，哎呀，你说你啊。好，看你表现好不好啊，大雄。哎，我再说两句啊。虽然呢我们已经上了大学，但是我们成立南下组合不可以解散。现在呢又到了组织需要你们两位的时候了。来，我宣布，从明天开始，为了我们南希未来四年的这个居住环境，还有我们这大学啊多姿多彩的生活，你们两个要开始帮忙了啊。活动正式启动，干杯。干杯。我已经到我们班了，到了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跟你们的学校比，我们这个小三本的教学楼建的真的是太含蓄了。想不到见到你们班同学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他们友好吗？那个狗仔油膏二人组，你要是不喜欢他们就离他们远点。哎，我看过课程表了，我下课比你早，我下课就过去接你啊。我也跟小艺叔和小胖说过了，中午我们出租屋见。南希，大学正式上课第一天，加油。加油！好的。就回俩字啊？不是，我念那么长的语，那么热情四射，那就回俩字也是念不到我嘴就开始使用冷暴力这个人。夏瑞，老师已经来了，快点进来。好。哼，先放过你。南希，哎，快过来，我们给你占座。这个位置好。坐着吧。这么冷的。你说南希会不会是记仇呢？哎，我是觉得你刚才是太过于热情，人家可能不太适应。我叫顾思明，啊，接下来四年里呢，我就是大家的主课老师，负责大家的一切。好，坐下正好睡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一位同学没有和大家见面，接下来啊，我就正式的把他介绍给大家。顾教授。说的不会是咱们是寝室神秘的第四人吧？来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高婷，谢谢。好，找个位置坐下吧。我这高婷看起来不太好相处呀。是啊，看起来不太好相处。小丽丽，话说咱们这寝室到底是什么时间打下的寝室？哎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这一山不容两个高冷虎啊！什么虎不虎的？这高婷啊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是滨海本地人，他妈都在咱们学校工作，不会住校的。我是高婷。南希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
不用言语，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，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枕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。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，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